我们要来诉说一座岛屿跟水的故事。这岛屿的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，每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，超过200座海拔3000公尺高山，养育了27000个物种，以及2300万人口。岛屿与跟水的关系表现在118个水系、95座水库。约7万公里灌溉排水渠道。来了，两颗，用来交换。拜拜。有那个卵也可以把它清除。狮子最好玩了，就下去捞啊。还有感觉到自己有在真正的帮忙把外来种清除掉，很开心。我们长大了变成了家长，他也会把这种概念还有对地方的感情传承给他自己的孩子。那这个地方就可以一代一代永续的去保护，对，或许以后我退休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些人还是会继续保护这个土地。